恥，袁國強可恥，做一個一地兩檢的安排，黑中安排，黑三仗義。我們今天連簽署究竟我簽約對方是誰，因為簽約的時候譬如說我們這邊是特區政府，究竟那邊是廣東省哪一個部門呢，還是整個廣東省只是代表廣東省代表全國去簽呢，甚至還是只是深圳灣或者深圳區，我們都不知道，因為這個呢是正正跟司法管轄權是有關係的，或者跟那個誰譬如說是法庭啊，有司法管轄權職那個司法管轄那個區是有關係，因為譬如說好像在深圳灣那個條例的時候，大家看得到清楚寫到明在深圳灣口岸區是香港的法庭是有司法管轄權，亦都是採用這個香港的法制的，但是在今次整個的關於這個司法管轄區或者是用什麼的狀況，我們香港人到現在都不知道，甚至可能你是上哪一個地方的法庭你都不知道的，那究竟個安排是怎樣呢，我覺得這些細節是不能不交代。自把自為，林鄭月娥，林鄭月娥自把自為，自